讲很长哎。因为其实我刚刚有发现，你是最早落泪的人，那个点让你哭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刚刚在看的时候是，就是我发现，怎么讲，就是当于西姑真的离开之后，然后看到六年后之后的故事，我才发现于西姑在我的心里面是真的活起来了。然后看到那些故事，我会觉得自己很像，哇，可以去看到一个就是我离开之后的感觉，所以。内心还有很多的感伤，因为其实我刚刚有偷偷的发现，就是其实想要演他的想法。
好，那就是大家看完今天嘛，就会情绪比较重，但是我很想要说，就是每个人的那个，想不想说？爱最大。